因為另外，因為今日善心小本就攞咗啲月餅上嚟，咁啊今年佢用貓咪用喵喵做主題，呢、這個就佢雙黃黃蓮蓉加雙黃白蓮蓉，咁啊喵喵，咁啊。因為佢哋成日都好好客氣咁啊！依家佢哋喺石硤尾嗰邊咯。呢、這個話佢哋最好賣嘅，佢今年似狗多啲啊！陳皮紅豆月餅啊，講講下我又覺得係陳皮紅豆月餅，佢話係最好賣啊！咁啊，陳皮紅豆。近年多翻啲做紅豆月餅，但做陳皮紅豆就真係唔多。呢、這個十二個黃蓮蓉月餅，半月啊，等先。咦？佢啲貓咧，啲喵喵咧？佢有埋名嘅喎，呢、這個叫泡妹，呢、這個叫咖啡，呢、這個叫 Lion King， 呢個叫奶茶，呢、這個連珠，呢、這個叫 Ella， 呢個叫兼職。嗱，不過唔知點樣查咧。唔知呢個十二半月善心小館喺石硤尾，同埋好似喺將軍澳佢有。咁啊，佢啲月餅佢都好靚。咁啊！你再唔係買兩件裝，係咯？佢就叫做炮妹喎，估唔到啊！你話咩叫啊？咁啊，都大盒啊！咁啊，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佢留意一下啦。咁啊，咁都幾正啊！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今睇下先，今日啊講多次個貼士啊。